头发好紧哎。对，因为我很紧张。对，很紧。嗯。我是说肩膀啊，不要想歪。我是说肩膀啊。Oh, OK OK OK。想歪了，对不对？我当女仆没有做黑的。当女仆没有做黑的。我很单纯啊，可是你的话我可以例外。Oh, 我很单纯，我很单纯，可是你的话我可以例外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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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感谢。大家好，我小江。相信大家之前都有看过我把学妹当女仆使唤的那部影片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今天要是我真的请一位女仆来我家服侍我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可是我平常已经看太多女生了，所以我对正妹其实已经免疫了。刚好我有个好兄弟，初遇里面的初台，我听小玉说他已经八年没有交女朋友了，所以今天就来实测，看朋友到我家发现我真的请一个女仆，他们到底会有什么反应？可是呢，一般人其实看到这种情况，大家都会知道啊，这一定是可能偷偷在拍片之类的。所以我已经在群组里面跟小玉演一出戏。演得好像我真的打算要请女仆一样，现在出了心中埋下一个我打算请女仆的这个种子，然后我再假装要邀请她拍不行动挑战，等她来我家之后再请女仆好好的诱惑她一下，看她究竟经不经得起诱惑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找一下当天扮演女仆的人选，因为我们要请那个女仆诱惑一下出台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找那种太害羞。刚好我朋友最近跟我介绍一个 APP， 它叫 Smith， 他说这个是大尺度的聊天交友 APP。哇，好多女生哦！那勾勾是什么？你追踪了是不是？你怎么想追踪啦？这个 A P P 有多小啊？你老实讲。点进去，它可以解锁极品吊带丝袜，解下去了啦。我好像看到什么了？我再解开好不好？打开一下这个角度太色了，解下去。我真的看不下去啊！你直接私讯那个主播，他可以传比较大尺度的长片给你看。我来找一个席娜。追踪他就可以直接了解了。安安你好，原来真的回太快吧？来点刺激的，怎么来点刺激的？哦，他传了。我怎么我等一下，你不要乱干嘛干嘛啦？那抢？不是，我什么都还没看到。他怎么刚好穿女仆装？那就是他的。先刷个礼物，他这样才能打你。大爆射丢出去，这套带着来我家当一件女仆，亲一下。你还看这个恶心贴图？那因为这个 APP 它是18禁，所以它下载方式比较特殊一点。置顶留言那边它有个网址 ，iOS 下载，问你要不要允许嘛？允许完之后，设定的地方一般里面有个描述档，安装完成。好啦，这样就会出现在桌面上了，大家赶快偷偷试一下。好，那我已经从 Smith 约到一个主播来扮演今天的女仆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mith 的 SG 席娜。你姓庄吗？我不姓庄哎。是吗？你不是庄心啊？今天的任务你都知道了，知道。等一下你就先躲在厨房，然后我会 cue 你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就等他们过来。我靠，这又升级了！之前电视也那么大吗？怎样？看怎么看？耶！有。就是在看那个岩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躺在那边。这么大吗？就那么大啊。等一下是在这边拍吗？我看一下要怎么做。好。然后你这边，因为我平常拍片都在这里，我题目正在过去，要不要吃东西？吃什么？吃啊！我还没吃，我跟只有刚睡醒。你叫我水果，不然哎，那个席娜，本名吗？你去帮我用水果好不好？好的，主人。就上次有群组不是要讲那个？哦。这种频率的，好酷啊！我靠！吓死！不要认真了。谢谢。你用什么？我都可以走换装换的快。谢谢你。本来想要请国外的，嗯，那我们就还要找中介，然后那很麻烦。很麻烦。那个啊，我突然就倒了。好，我去看一下那个题目用了。你去帮我清猫道，但是猫尿臭。我没有看到，我不敢转过去。有，有钱人的世界。对啊，差不多。
我请他超划算，他按摩超强，真的，你请一个，然后一天按个半小时，划算。你帮他按看看。我不用，我帮他体验一下。所以我有点害羞。我再看一下，我应该快。我真觉得这样子太辛苦。不行，昨天说我帮你按。有了，我有按到。前面他出来看我没在按，不行。他很凶。小佳，你们家垃圾要不要回收？喜欢宠物吗？喜欢。你也喜欢猫吗？我蛮喜欢，但是不能养。你现在跟他说，你也是 YouTuber 对不对？你也是 YouTuber 吗？算是，但是没有像那么多的订阅。你说，我好像有看过你的影片哎。我好像有看过你的影片哎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很喜欢，很好笑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是那个？尊对不对？我想到你是很尊对不对？高了，不是，差太多了。出来鬼走。不是。那我觉得你也算是突破大家对 YouTuber 的印象。那我觉得你也是突破大家对 YouTuber 的印象哎。什么意思？因为 YouTuber 不是都要很帅吗？因为 YouTuber 不是都要很帅吗？开玩笑啦、那紧张干嘛，放松啊。你说其实我觉得你长得蛮帅的，很像我初恋男友。其实我觉得你长得蛮帅的，很像我初恋男友。初恋男友？对啊。可是他过世了。可是他过世了。抱歉。你肩膀好紧，我也很紧。是。肩膀好紧哎。对，因为我很紧张。我也很紧。我是说肩膀啊，不要想歪。我是说肩膀啊。OK。想歪了，对不对？我当女仆没有做黑的。当女仆没有做黑的。我很单纯啊，可是你的话我可以例外。我很单纯，我很单纯，但是你的话我可以例外。没有，感谢。你现在坐在旁边，然后帮他按摩。那我现在帮你按摩。肩膀结束。这是不用。不行啦。然后你把他的手放到你的肩膀上。没事。那放着，你这样用力没办法按摩，放松，放着就好。好，放松，没事。然后你就把他的手放在肩膀上，然后不要理他，然后按他的脚。好。就把他的手再拿回去放，然后按手。真的吗？没关系。然后再按脚。再把他手再拿出去放一次。然后突然跟他十指紧扣，然后看他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会啊会啊，当然会啊。没你这样，我要告状了。你要跟谁告状？跟你主人告状了。还没出来啊。等一下开门的时候，我们再赶快装正常就好。不不不，因为一直正常的。你刚说其实我有个绝招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有个绝招，我可以帮你热敷眼睛，很舒服。躺在这边里。是一定要的吗？一定要啊。他也交代了吗？对，他都做一套的，主人交代什么就需要做。躺下。等一下啊，不能走啊，这边等我一下。好。不可以走。好。快，没关系，赶快，把裤带一下。那个洗娜，你等一下就把他眼睛热敷，然后把他按太阳穴。还舒服吗？这个笑声太明显了。你怎么先笑呀？对不起，你看太烂了吧！我往下摸的时候出来说：“哎呦！”还没摸他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太快破梗了吧？舒服吗？刚才看你蛮享受的吧？蛮舒服的。我其实不太舒服。我其实没做好心理准备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的反应是这样。这表示我们都拍真的，有点害羞。他刚才跟你开了一次玩笑，你会生气？不
会啊，对啊，不会不会。今天还是要让你不心动一下，他等一下会给你一些工作事项，你在听代办事项的时候，碰到任何情况都不可以心动。好好好。因为怕你记不住，所以我们很佛心，让小玉念三次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挑战开始。明天下午3点要去家乐福买3颗鸡蛋、7个红萝卜、6根白萝卜、2包米、3包牛肉。晚上6点三度来我们家录 podcast。后天下午5点要带小家的4只猫去打预防针，分别是旺财、来福、平安、小宝。3月27号晚上7点半，我们要去沙仑海滩跟大家一起烤肉。OK。好，第二次。大家去烤肉。好，完成。给你3题，答错1题就是天堂路上面跳10下。3题全对的话，我们就让你留下女仆的联络方式。第一题哦，好，明天下午3点，我们要去家乐福，请问你们要买几根白萝卜？7根白萝卜，确定吗？答案是6根白萝卜。7根红萝卜，6根白萝卜，哇，错了，10下哦。第二题，你们后天要带猫去打预防针，那我那4只猫叫什么？旺财、平安、小宝、来福。第三题哦，几月几号的几点要在沙仑海滩跟大家一起烤肉？3月27号7点半。那我这样对两题，我可以要1/3的联络方式就好了。可以啊，后面3码你就自己拼凑。你爽也爽了，跳个10下过一过吧。席娜在旁边替你加油，好吧？好，预备开始。哇！哇！这真实反应，没有演。五，一口气跳完好不好？不然观众要关的，快点。OK。1、8、9、10。哦，完成了。那我们大家记得去 Smith 找席娜，记得来找我哟。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我会去找你。思想，既然有人，既然有人看过我影片，不错哦。我跟敢。妈的！这应该想骂我脏话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说，你这样也算是打破 YouTube 的迷思嘞。对，就是长得丑也可以当 YouTube。我有想象。这女仆真强，真强。